欸，卡德加，卡德加怎么来的？那我应该立刻做吧，应该不等吧。偷一手，好想偷一手啊！不偷一手不是人啊！我就这么说啊！不偷一手还是个人吗？偷一手，这一手扣点血，七费升五星啊，七费升四星，八费就能升五星。只要你不轻言放弃，就还能变得更强。卡德加两张的话，四五也没用，除非有三张，所以可以直接打，根本就没差。先看一下再说。师傅，伐木机。再来卡卡诺桶，我看出来了，卡卡诺桶，这把就是卡卡诺桶。哎哎，我这个怎么这么废啊？不是吧？我传说就两攻两滴一血一攻，不是吧？小挫折，消费传说塔是个好主意。我们传进一些技术，都是关卡。我在这边有点害怕。阿波趁胜追击呀、啊，朋友！他打不赢我，师傅就已经宣告了他的失败了。这一把我们就来一个无限卡卡捞桶，四星无限卡卡捞桶，然后去找师傅同虚来过渡一下，然后等等再转一波大的。很认真干活，然后不小心。不成形哦，找个同虚，没同虚就找师傅，有同虚就找同虚，同虚来了，走了，师傅走了，这样就形成一个快乐无限合拍了。这就是你们要我找的快乐吗？这就是属于我们的快乐吗？各位，伐木机同虚三合一。嗯。超多传说，传说海，传说海，各位，让他看看下人在是老大，上家是老大，看麦。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多来点手下是个好主意。我好兴奋啊！连这个都不太需要点，其实。呼吸一下好了，我觉得我这把可能要用零秒呼吸。因为感觉每回合都很忙啊，每回合都忙得要死，呼吸一下吧。等等，我就身心聚合体啦，无限聚合体啊！我回来了，呼吸。
挑战他的威，不看短视频看好，这都被他给看到了。在帮我们打超级人才，是他最有点，最有点是周武迪的感觉。老师真的会哪一个人做一波大？再来几遍吧，看一下战斗好了，看一下怎么虐杀其他人了。但是这个升三个，不知道他能不能应付我升三个，好像不行。鬼妈一个升三只啊！其实他是两只乘以三，他可以升六只，他没这么多位置啊。如果格子可以再更展开一点的话，我可以升六只。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你们还要再重新呼吸一遍吗？这样子不要拿卡德加了吧，拿卡德加有点太浪费钱了，我们就刷个宝宝吧，然后再呼吸一遍吧，一会了我就留下金卡聚合体，其他的我全部卖掉，妈也不需要了啦，除非你要玩大大妈，但是我觉得妈他改带五星我没办法喝，我三合一只能开六星，所以我开不出三只妈，那你这边拿妈也就只有一个妈。丹南妈可以的猫可以大概是70左右的体质，可是我觉得还不够大啦，没有到70，大概30-32左右，太小了。卡德加配妈大概32，除非你有两个妈或金妈才可以翻倍，可是格子太挤了，先呼吸吧。我怎么没办法呼吸啊，我该不会死了吧，系统不让我呼吸耶，但是我这个组合不可能会死啊，不可能会死吧，他那个蛇要掉多好我才能把我打死，我不相信耶，这个想死掉根本就不可能的啊，但是这个呼吸告诉我我死了耶，怎么可能啊，看不出来耶，这个某口令也细啊，你要掉什么杀我来啊，对啊，应该是 bug。呼吸失败，我好像太快按掉了。这回合没呼吸，那又要等一回合，怎么办？你还真行啊！我还是想再呼吸一个，存这么多子弹不呼吸一下有点不快乐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就按照这个场面，然后继续运营，然后吃鸡，你们不觉得缺乏一点快乐吗？一定要再重新再洗牌一次啊，对不对？再洗牌一次过瘾啊！来了，我的导演，你看一下你的手臂。
我自己应该这边过一下。所以我觉得这块呢，要打要干。快乐就是快乐，没别的。我有点忙，安慰的话要等一下。你不如你们先安慰一下对面吧，对面可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啊。他在想，你怎么全世界的聚合体都在你这了？啊，我们还要玩吗？啊，都给你玩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他都给你玩就好了嘛，他都在你这嘛。那你还要用偷卡偷人家三倍，还可以赚钱？金色狂风又合金色，他这样子，他都给你玩啊，你最快乐，我们洗洗睡，那你最快乐。我真的快乐，你们都洗洗睡吧，我玩就好了。战吼就随便刷吧，反正钱多到不知道怎么花。这是换来的金币。嗯。合成次数22啦，也不多啦，22。卖铜蓄一波流吗？现在你遥遥领先。聚合体最多七张。四下，这就是金色狂风。三下，还有一下，四下，全体都带光盾在打了，跟鬼一样。哇，离谱啊！玩的不错，蓄力 ，One Punch。世界所有的聚合体都聚集在这里了。那赛局记录完毕，被抓了，被抓了。Oh, no. 我最喜欢欺负猫了， mm-hmm. 没有拿罐罐的猫，我最喜欢了。6037稳茶给我喝起来。要是我被他打死，他就拿卡雷纳师傅了，所以我一定要坚守住最后的防线，这是我的最后一根稻草了，坚守防线。超大师傅，哇，他有毒，他有毒，两件事。哇，他16攻带盾啊，欸，我亏了，哇，16攻带盾。欸，他有毒啊！别打师傅啊！我吐啦！不是那么真实吧？不是吧？我大不明白啊，差个一，我吐了，这太离谱了！我已经吃鸡了啊！基本上他没把我打死，我直接吃鸡了。我怎么吃鸡跟08天壤之别啊！